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是他有小人自己布局，不会有老妈。没有。疑心病太重，差一点。疑心很奇怪。你看我没有咬啊。没有人剃了牙，剃了半天，拿那个剃牙的插在我身上，有没有？嗯。那我如果不把抱上来的话，我怎么去腰酸背痛？会痛了吗？如果这样子，你要抱也可以了。我可能进来。我抽到的。哎！一直要背。什么叫一直要背？一直要背。我想我不要再练身体。会有点超重，这跟我们要练的重量不太一样。因为平时就是30，没有练到你这种。刚才那几句真的有，上半年有。完全发自内心。讲不出话嘞。很重吗？好轻哦，我最近也有练过，太重就我没面子，我都没面子，这样怎么办？太轻的跟保鲜膜一样。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如芳喝醉，我还给公主抱她。对，你应该。好，这是公主还是公主呢？洗了吗？洗澡。如芳，哎，如芳，你先不要动，你进去里面再脱好不好？如芳，如芳，我要洗澡。进去。嗯。哦。到了吗？用力过头。我是大概3米。你好，你先。职业伤害，好可怜，我在里面真的很辛苦。好热。你放什么姿势？不行，我洗澡。哎，如芳，你不要脱，你不要脱，你进去里面再脱好不好？如芳，如。没有，好轻啊，好舒服哦。完全扎实，真的吗？你说是枕头还是手？都手啊，一点都没有用力。刚刚太放感情了，对不起。